我们的国度陷入无尽的战乱，为了重拾和平，必须找到最后的神龙。哦，无敌心酥啊！谁说的？我们真的需要你帮忙。我不是那个最棒的那条龙。完了，因为世界破碎了，不能相信任何人。也许不太可能，但有时候你得先踏出第一步。迪士尼动画《寻龙使者拉雅》3月5日中英文版同步上映。在迪士尼最新动画电影《寻龙使者拉雅》中，拉雅为什么要常年寻找神龙呢？即日起至3月14日，到 Disney Channel 台湾官方粉丝页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抽中限量赠品哦。